耶、yeah, ！第二天伦敦，拜拜。关卡你呢？好。因为我们要参加今天的马拉松，伦敦马拉松。没有，我们要去拍照。有，我们今天头发要开始，头发整个乱翘。而且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然后有人说快点看。对，这都怪我是。全都怪。你别的了。你看路都封起来了，我们现在在伦敦的中街，白痴。哎，我们有点晒。耶、yeah, ！打开了！哦，打开了！对呀，更好冷哦！我只想问一下，那个独木舟在干嘛？感觉很好玩哎！但是我感觉直接开了。然后想去下面上厕所。我是录影。讲话，讲话。嗨，我们在什么什么教堂？圣，然后是不是圣？然后来这边尿尿加拍照。酷，我们转过来。这边拍点照吗？来。Yeah.我们假装坐一下，就是这里，然后就是这样坐一下，然后走走。我这就要开。没事。你在录影吗？对啊。哎，我声音好大、哦。外面有人在表演。嗨起来还去法国，然后再去比利时，很忙哦。
穿多卫生衣服，用这个擦大便，幽默。心疼啊！哎，这好美，要不去吃？你慢点吧。